大家好，我是荷叶，我是谭爷爷的头号迷弟。爷爷年纪不大，辈分却挺高，他是斧头山第一美食家和第一男高音。苹果、窝头、竹笋、盆盆奶，简直是每逢爷爷胖十斤，配上中气十足的声音，还有才艺满满的舞蹈。真不愧是我爷爷看上的爷爷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门兰，今天我要夸夸发箍奶爸，他有着最时尚的造型和最强健的体格，头戴发箍，让熊能一眼在人群中找到他。他带过的小熊友一定享受过被抱着回家的快乐，有发箍奶爸在的地方，安全感简直爆棚。我是奇一，我要来夸夸火腿奶爸，他有着最温柔的笑容和魔力十足的大腿，抱过他大腿的熊都能活出天际，爱和小熊友互动玩耍。真是有熊猫伴生，未来仍是少年啊。不管是贴心的奶爸、霸气的奶爸、有趣的奶爸，都是我们的好奶爸。